尊敬嘅各位同修大德，大家请坐。请坐。我哋继续嚟学习《大乘无量寿经》，请大家睇经本第八品。今日咧，我哋睇经文啊，观法如化三昧常寂呢一段啊，整一品嘅经文啊，都系讲法藏菩萨无量劫来啊，佢嘅修持积功累德。先能够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圆满佢成佛嘅大愿。咁前边咧讲庄严众行，鬼犯具足，这个呢个咧自利利他，观法如化三昧常寂。系讲智慧法，系讲宇宙一切嘅现象啊！我哋用一个法字啊嚟代表。咁呢度讲嘅观，一般嚟讲系观察，但系呢个观字咧。同我哋凡夫嗰种观想啊，喺意识里边啊嚟观想系唔同嘅。呢度讲嘅观字啊，意思系好深，同心经里边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嗰、那个观啊，嗰、那个意思系一样啊。观自在就系、是、观世音菩萨。点知为之观呢？离开一切嘅妄想、分别、执着，咁先叫做观。啊，如果我喺头脑里边谂，哦，一切现象都系啊。如梦如花，你喺度谂，全部都系喺意识里边啊，用功夫，冇离开意识，嗰啲咧都系叫做打妄想。呢度讲个观啊，系完全离念无心，离开一切嘅。心意识啊，佢只系用我哋嘅真心，呢、这个系智慧。呢、这个智慧系有深浅唔同啊，最初步嘅系。观照啊，呢、这个系喺度学紧点样去观，未观成。从佛经里边学到咗宇宙人生嘅真相，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哋现在嘅。生活境界只系一场梦啊！我哋啊，如是嚟观察呢个世间。呢、这个系啱啱系初学嘅人啊，呢、这个就叫做观照。咁功夫
提升咗，你就能够照住，照住呢就得定了。念头不会再起来了，你能够伏住你的烦恼，伏住你的念头，这个叫照住。但是未开智慧，只是得定。功夫再提升呢，就叫做照见。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照见就开了智慧了，知道这个世间一切法都是假的，不是说想它是假的，确确实实照见了，知道了它确实是假的，契入实相，咁你先能够度一切苦厄。我哋一般人嗰种观未有嗰个高度，所以不能够度一切苦难。真係开咗智慧啦，一切苦难都冇。所以观法如化，就係照见一切法好似梦幻一样。是幻化出来的。现在现代的物理学家为我们都证明了，确实所有宇宙的一切物质分析到最后都是由最微粒的最微细的粒子组成，而这粒子由什么组成的呢？就是由意识，由念头，在念头的波动产生了这些物质的基本粒子，这些粒子呢也就组成了物质，组成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星系咁你知道，原来所有物质都系由念头组成嘅。咁佢确确实实就系幻化出嚟，好似人做梦一样。大家都做过梦，试问梦境系点样做出嚟？你喺梦境里面见到啲山河大地。见到种种的人，种种事物，他们是怎样做出来的？你在梦里面，如果你是个科学家，你分析那个梦中的物质，可能分析到最后由基本粒子组成，再分析到最后呢，没有了，一场梦。所以梦境是你做梦的心现出来的，不是真正有这个真实的东西，那个就是幻化。但是你在梦境里面你未醒过来呢，你就觉得真的有。在这个梦境里面见到信心的你很开心。见到那些逆着自己的心理的事情发生了，你就会很难过。见到自己心爱的人，就生起爱恋之心。见到自己讨厌的人呢，就生起嗔恚心。这些所谓见思烦恼贪嗔痴完全就是迷失了，你不知道这个是梦。假如你在梦中你知道自己做梦了，你绝对不会再起贪嗔痴了。顺境逆境在面前一笑了之全部都是假的嘛，怎么是真的呢？
所以要看破，看破先能够放下。我哋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关键问题唔在乎你念佛念几多。有啲人一生都喺度念佛，每日念十万佛号，念到最后都往生唔到。点解呢？佢冇看破，冇放下。所以古人有一句说话形容呢啲人，叫做咩呢？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妄言，冇用噶。喊破个喉咙都系假嘅，你个心未有相应，对呢个世间仲好执着。点知道你对世间执着呢？因为你仲有呢啲烦恼。这个世间的人事物还会引起你生烦恼。还要你还会可能会起贪爱，可能会起嗔恚，可能还有对立，可能还有情绪。说明你没有放下。没有放下你怎能往生呢？往生是你要将这个世界通通放下了，你往生极乐世界就很容易的。阿弥陀佛在你临终的时候接你，一念十念都必定往生。如果我们不肯放下的话，阿弥陀佛怎么拉你都拉不动啊！你绑在你的世界里面，被你自己的情执绑住。所以这个观法如化是非常重要，对我们净土行人，这个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我们要这样去观察这个世界。你想想，十年前你的遭遇已经不会再回来了，不就是一场梦。十年前你可能呢有你心爱的人在一起，现在可能不在了，经历过生离死别的苦楚，现在回来回头想想，一场梦。十年前你好讨厌的人，可能你都再见不到他，现在想想当时为什么要跟他发这个脾气呢？跟他这么计较呢？没必要，一场梦嘛。你还是很粗浅的观法如法，但是先从这个开始，然后再观察。其实不要说十年前，去年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一场梦，一去不复返。再想想昨日发生的事情，就是一场梦。有哪样东西你可以追得回来呢？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梦境一个梦境这样过。最紧要我们自己要觉悟。觉悟的人必定是放下，一放下了，个心就定下来了。三昧常寂，三昧就是静定。我们念阿弥陀佛得到的是念佛三昧，即念佛了得到定了。得定先能够开智慧。而你想得定，
个心一定要安先得。心点样先能安啊？你要看破呢个世界，真系一场幻。冇任何嘢值得我哋啊，去挂心、去操心、去忧心、去烦心，都唔需要。你个心自然就安，安咗之后，你先能够得三昧啊！上寂呢个上。就是离开生灭相所得到的真体，就是自性。自性啊，不生不灭，这个叫做相。寂是什么呢？是离开一切的烦恼，心地啊，恢复到寂静。这个是自性。佢个样子，自性系点样啊？本自清净，你唔会再起念头，所以呢、这个就系讲开悟啦，个心住喺甚深嘅念佛三昧当中，妄想分别执着唔会再起嚟。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是这样修行，这个非常重要。念佛人一定要听经，如果不听经，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提不起这种智慧，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迷失自性。迷失的样子是怎样呢？你会有妄想分别执着，甚至有贪嗔痴慢疑。所以听经是非常重要。刘颂云老师怎样成就？听经成就。他在家里一日听十个钟头，听了十年，他得到了念佛三昧了。三昧常寂他念一句阿弥陀佛那种功德，等于我哋念100万句都唔止啊！点解啊？因为人哋嘅心清净，人哋嘅心里边唔挂嘢啊！佢有几句名言，我非常之欣赏。他说我的心里面不想人，想人就是非多，我的心里面不想事，想事就忧心多，我的心里面不想物，想物呢就贪爱多，我的心里面只想阿弥陀佛。个心空咗啦，你将你个心全部空晒啦，阿弥陀佛先入得嚟。咁样念佛叫做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呢、这个系靠佢听经听明白啦，得到。所以印光大师讲话，所有嘅宗派修行都不能离开。经教净土中亦不例外，不可以离开经教。不是说一句佛号就可以了，哪些人可以说一句佛号可以呢？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人，他已经做到观法如化三昧常寂了，当然一句佛号可以了，他就可以成佛了。但是我们未做到观法如化三昧常寂，那要听经啊。
听经就系帮助我哋看破放下。所以有听经嘅呢个缘分，要好好把握，唔可以放过，尤其是喺现场听经，呢个功德系非常之殊胜，因为现场，我哋相信一定系有护法神，一定系有十方诸佛如来加持。我哋嘅呢啲冤亲债主、有缘众生都会嚟到现场跟住我哋听。佢哋听明白啦，佢哋就唔会再揾我哋麻烦。佢哋就欢喜念佛求生净土，我哋自己咧业障会消得快。所以喺现场听经心会更加专注。当然你在家听也都要好像在现场听一样。听经之前先是念十句佛号，礼佛三拜，观想诸佛如来都已经护临这个道场。我自己的有缘众生一起恭恭敬敬接受佛的教诲。生起这种恭敬心来听经的功德就很大，听经本身也就是修戒定慧，所以听经心越专注，不打妄想，无论听得明听得不明都无所谓，你就要专注听，专注听你自然听得明，那就是持戒不打妄想，持戒得定，开智慧。好，再看下面经文：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一段经文是讲善护三业，身口意三业。三业之中呢，最容易犯的就是口业。我们的口喜欢讲话，而且讲话呢，可能好话讲得少，不好的话讲得多，最容易犯的就是讲是非，讲人家的长短，讥他过，这个讥就是诽谤，谴责批评，人家的过错，我们讥笑人，毁谤人，批评人，这个做的口业就非常重。如果你批评的人、谴责的人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那个罪业就更重。假如他已经是正果的人，譬如说正得阿罗汉果，甚至正得菩萨佛的果位，我们如果是毁谤他的话，那就是地狱罪业。在戒经里面有讲到，过去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年轻的比丘，在一个庙里面，这个老和尚已经是证得阿罗汉果，那个年轻的比丘不知道，很怠慢这个老和尚。一起读经的时候，老和尚因为年纪大了，读的那个声音就很难听，所以那个年轻的比丘呢，他的声音很好听，就很骄慢，所以呢
就经常讥笑呢个老和尚，话呢个老和尚读经好似狗吠一样。结果做呢种口业，老和尚听过佢咁讲呢个说话，就好严肃咁同佢讲：，话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我已经证得阿罗汉啦，你讥笑毁谤阿罗汉，嗰步会喺落地狱嘅。咁呢个年轻比丘都算唔错。听见老和尚呢番说话，就好惊，即刻跪喺地下求忏悔。咁呢种忏悔免去咗佢落地狱嘅罪报，但系佢嘅呢种余报仲系好惨。佢500世堕为狗身。你谂下。做呢种口业嘅时候，可能系几分钟噶咋？一时嘅自己嘅畅快，结果下一世500世变成狗，受呢个果报，太可怕啦！所以点可以随便啊讥笑人？尤其是在佛门里面，尤其是出家人，无论他是不是正果的人还是没有正果的人，我们如果对他有轻慢有毁谤，这个心理都是造罪业。如果还在这里到处跟你讲这个人的是非，这个叫做毁谤三宝。出家人他是住持三宝之一，僧宝佛法僧的僧宝，他代表佛法的形象。我们毁谤他，使到听的人对三宝失去了信心，这个就是很重的罪业。这个等于是断人的法身慧命。即使是出家人，他不如法，做很重的罪业，犯戒，我们都没有必要去批评。各人因果，各有负责。他将来他堕地狱，我如果批评他，我跟着他一起堕地狱，何苦来呢？所以我们对三宝总是恭敬，做给大家看。这个不讥他过，不单止口上不可以犯，连这个心念里面都不可以有这些念头。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他不会去看人家犯了什么过错。如果是有心去找人家的过错，这种人不是修行人。所有的修行都假的。要知道修行是修自己。不是去收别人啊，自己成身的过失都未来得及去改，还有这些闲工夫去找人家的过错，你的心都跑到外面去了，你怎样去关照自己呢？况且人哋嘅嗰种过错，你唔知道佢系咪示现嘅，话唔定佢系佛菩萨示现。我哋如果系擅自去批评，可能将人哋佛菩萨度众生嘅计划打到乱晒。
我哋唔好咁愚痴啊！人哋点样错，我都唔好放喺心上。心里面是清净的。看人哋的过失，就等于是将人哋嗰啲垃圾啊，放到自己的心里面。本来自己的心是纯正纯善，依家你就将佢变成装人哋嗰啲垃圾的垃圾桶，你几冤枉呢？点解唔念佛呢？装阿弥陀佛几好呢？点解要装人哋啲过失呢？所以修行啊，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呢个方法啊，就系不见他国，见都唔见啦，更何况话讥笑咧？呢个唔见唔系话我真系乜嘢都睇唔到。糊里糊涂不是这个意思，是见了之后不放在心上，见如无见，这个就叫做不见。所以既要善能分别对错是非，但是呢又不着这个是非的相，自己的心永远是清净的，不是说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对错都分不清楚，那你怎么学呢？见到有人好的地方优点，我们虚心学习，见到你有缺点，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反省自己有没有。好像《论语》里面说的，见贤思齐，见不言则内自省，人家有贤良的这方面有优点，我们要思齐，我们要向他学习。人家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们要反观自省，看看自己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叫做修行了。咁呢度善护三业啊，将口业摆喺第一，就系提醒我哋修行人啊，这个口业系非常容易犯尤其是系咩咧？初学嘅人听咗啲经啦，睇咗啲佛书啦，就攞呢啲嘢咧去对照人哋睇见呢个人又犯戒啦。那个人又不如法了，结果呢自己在这做罪业。有些很多同修在这个修行与生活座谈会里面提很多问题给我，都是说什么呢？自己家人很难度我的老公一到黑在吃肉抽烟喝酒我个仔唔听话，屋企啲人个个都系好曳得自己咧系纯正纯善，全家就得佢学佛啦嘛所以只有佢一个人系纯正纯善其他人都系衰人。所以屋企里面呢个关系搞得好紧张。结果搞到最后呢，屋企里面唔学法嘅人呢结成联盟。专门就对付呢啲学法嘅人。家庭不和。点解不和佢呢个人学法学出嚟。他不学佛呢家庭都挺和睦的。一学佛之后呢家庭 分裂了。哪个的问题人家不学佛他没有错。我们学了佛了还搞到家庭不和，我们有错。什么错
见他人过错，呢、这个就系自己最大嘅过错。唔单止见啊，仲要记啊，批评啊，所以搞到好对立。要知道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你在一个家庭里面能不能够使到家人都欢喜、啊、如果你说家人都不欢喜的，你怎样出去度众生呢、啊、你先将家人度了先啦，家人都很开心，很高兴地跟你一起学法，你就能够度众生了、啊、你有这种接受众生的能力啊。这个接受的能力就是这种慈悲，这个智慧，这个包容，这个就叫做学佛了、啊、不可以学佛了，学成一个痴痴呆呆的样子、啊、只是懂得读经念经念佛拜佛，人情事理都不懂啊，啊，咁样学偏晒啦！啊，真正学佛啦，就去学用菩萨嗰种慈悲心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使大家都欢喜。啊，你为大家做好榜样啊！啊，前面经文讲嘅话，啊，庄严众行，规范具足啊！规范就是你做大家的榜样，啊，咁榜样一定是你要做出来的、啊、所以善护三业，第二个呢是善护身业，不失律仪，身体行为一定要符合戒律，符合威仪啊！这个不失就是不违反啊，一举一动都要啊符合戒律，符合经教，亦即是话要纯性纯善。无恶，戒律的精神是什么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就是戒律的总精神、总纲领。学佛以持戒为本，如果不持戒，学佛读再多的佛书，听再多的佛经都没用，只是增长一些知识、啊、你可以成为一个佛教的学者，但是对你了生死出三界毫无用处、啊、因为佛法修行的纲领是戒定慧、啊、如果没有戒了，就不可能得定，更加不可能开智慧。那这个戒律从哪里学起呢？要知道啊，一定要有基础，一定要扎根。戒律啊，要从弟子规学起。从太上感应篇学起。然后十善业道就能够落实，这样才能够持戒。最起码要持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但那个基础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弟子规》是教你怎样做人。
首先系孝养父母，孝亲尊师。呢个系一切修行嘅大根大本。冇孝亲尊师，亦都唔可能持到戒，因为佢冇根。好似起楼一样，冇地基，起唔高，起高咗佢会冧。咁《弟子规》条条都要落实啦，113条，佢唔系攞嚟背噶，系攞嚟行。每日要对照一下自己，我有冇做到《弟子规》？譬如讲第一条，父母呼应勿唤。父母命，行勿懒，我有冇做到？父母呢度包括所有嘅长辈，亦包括老师，对我嘅呢种希望，呢、这个呼唔单止系叫我哋叫我哋应，呢、这个好简单呢、这个呼引申为对我哋嘅希望。我哋有冇做出良好嘅回应？我有冇去依教奉行？父母命令我做嘅事情，我有冇非常认真专心咁去做？定系偷懒怠慢？从呢度嚟睇自己嘅孝顺心、孝敬心如何？《弟子规》虽然佢系细路仔就要开始学嘅，依家好多大人都做唔到学佛嘅人都未必做得到所以唔可以轻视。我依家都系每日读《弟子规》，每日对照自己。我都唔敢讲话《弟子规》都做得到。确实每日对照自己，仲有好多个犯嘅过错。《弟子规》7科，第一个讲孝，第二个讲悌，悌。就是对长辈、对兄长、对老师，要有那种尊敬心。如果有逆反的心态，那就无孝无悌了。悌是恭顺，心里面由衷的这样有一种恭顺的心。第三个是谨。严谨我哋做事能唔能够严谨？从生活当中要培养经常丢三忘四事情咧做完一半未做完啦就掟咗佢啦冇人收尾，呢个就唔严谨啦。第四个信，信是讲诚信，做人要有信誉，凡出言信为先，讲的话一定要做到，那这叫有信现在学法人很多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法院法得很多冇几条愿系真正落实嘅，几乎系每日都喺佛菩萨面前发愿，但系唔知道有冇做到。仔细睇下咧，可能一条都冇做到。
就愿又唔需要随便发，不发则已，一发要做到。凡出言信为先啊，对人都要讲信用啊，何况我对佛菩萨呢？啊，第五系泛爱众，啊，对一切人都要有爱心，有慈悲。啊，唔系话诶，嗰个人我睇见佢唔错，啊，我好中意佢，我先对佢慈悲。啊，嗰个人我好讨厌，啊，我就唔理佢，讨厌佢就故意咧揾佢麻烦。呢个就唔慈悲啊，心唔平等啊，唔系凡事人皆需爱啊。第六个系亲人，亲近仁德嘅人啊，有道德有学问嘅呢啲圣贤君子、善知识，我哋要多亲近啦。啊！唔可以放过咁好嘅机会，呢个系好学啊！啊，善知识都系好谦虚，不敢为人师啊！啊，佢唔会话主动啊拉你嚟学噶，你自己学习要主动啊，有问题。你向善知识请教啊，问题呢最好唔好问嗰啲嘢知识性问题，知识性问题你自己可以揾到答案，查字典啊，查资料你可以揾到啦，唔需要问话咩叫做三界啊，呢个天道有几多层天啊，呢啲唔需要问，你自己查啦，佛学大辞典都有噶，你点解要懒呢？请教善知识嘅请教咩问题呢？大方向嘅自己嘅大疑问譬如讲我依家嘅状况应该点样行将来嘅人生路我人生应该点样去选择我嘅方向呢啲大问题向善知识请教。或者自己有啲烦恼不能够解脱开嚟，向善知识请教，呢啲应该多问，咁样你就能够提升。凡系不能够亲人嘅人，多半都系因为自己傲慢，认为自己好叻啦，唔需要去亲近善知识，自己修学就得啦嘛。何必仲要去问人呢？闭关就得啦。嗰个唔系闭关啊，嗰个叫做闭门造车啊，自以为是啊。盲修瞎练啊，最后乜嘢都学唔成。甚至可能行到好多弯路，甚至会行上斜路。执着自己嘅见解，唔肯放下。越学就越麻烦。点解呢？自己嘅傲慢心唔放下嘅时候，总认为自己啱，于是睇佛经自己去咪书就喺里面咧揾嗰啲支持自己嗰种错误见解嘅嗰啲资料，美化自己嗰种见解，唔知道从根本上已经错咗。所以亲近善知识就系要将自己见地纠正。人如果有错误嘅知见嘅时候，这个是执着嘅话，好难回头。
尤其是知识分子最容易犯呢种毛病。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傲气嘛，认为自己是啱嘅，唔肯请教人，唔肯虚心求教。能虚心学习的人，亲人就是《弟子规》讲的，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最后一个先是学问，学问就是这些文学文章包括一些陶冶性情的这些艺术等等，那些是自己行有余力你才能学。在学法里面就看经典，经典几时学最好呢？行有余力你才来学。特别是年轻人，我们要强调行。你看古时候寺院里面刚刚出家的人，5年里面学戒，不是给你学这些经典的。5年里面不可以入禅堂，不可以入讲经堂，即是不可以听经，不可以参禅，即是不可以你自己在这里修行。要怎样呢？一定要跟随老师，老师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学听话，不可以任性。把自己的习气毛病磨了它，在世间一定要有污染，一定有习气，尤其是傲慢习气。通过5年的这种磨练，那种苦行，跟着师父学习，这个是修苦行，服侍老师。朝头早起的要比师父要早，这个晚黑睡的要比师父要晏。平时要做好各种服务，奉事师长，这个就是修苦行，将自己的毛病习气都磨晒佢，心地清净啦，专一啦，持戒得定啦，你呢个时候听经能够开悟啊！所以这种教学方法非常之好，但是呢，现在呢，人很难接受，确实没有这种根基。这种根基是什么人？孝敬心很深厚，真正老实人，听话的人，他才能够做到。所以现在都还是要劝他听经。听经是怎样？劝他一门深入，不可以听多，听一个老师，而且要听一部经。听经的目的不是要你增长常识，是要让你的心定下来，专注。听经呢，也是听善知识的教导鼓励，知道应该怎样做，慢慢慢慢将自己错误的知见纠正过来，然后你听明一句，要在生活里面落实一句，不失律仪，待人处事节物，处处
都要注重自己嘅言行，一举一动要谂到，我有冇为众生做好样子？如果人哋都学咗我咁嘅样，呢、这个世界会变成咁样点样？你要谂到咁样咧，你就自己知道该唔该做。练自己的那种观照功夫最后善恶依业清净无染，这个是对自己的念头上面的防范一切的恶业都是起于那个念头念头不正，自然会有犯过错犯戒造恶，所以假如能够善恶依业清净无染，无染就无污染一切的恶念就是污染你的心地清净了，自然呢身口就不会做作恶业咁心口唔做恶业呢，亦都帮助我哋嘅意业清净佢係相辅相成。咁最终嘅目的係我哋得清净心，得三昧所以持戒就係为咗得清净心最后所有的念头都放下了，才叫做真正的清净无染用什么方法呢？最好就是念佛这句阿弥陀佛，将所有的念头都排除了用这句佛号扫清了将你的心地扫到干干净净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口里面念出来，耳仔听入去用印光大师的十念法，十句为一个单位从一数到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念十句，自己心里面数得很清楚口里面念得清清楚楚，耳听得清清楚楚，心里面记数记得清清楚楚，三个清清楚楚，你就清净无染了身口意三业自然就善护了你护得好好了身你不会做恶业你专注在那念佛，你不会做恶业了，口你只念阿弥陀佛，亦不会讲那些衰话了意业呢只是想阿弥陀佛，听这个阿弥陀佛，心里面记数你自然就清净。如果你想其他东西呢，记数记错了所以很容易发现你自己有没有打妄想所以念佛是总持法门善护三业一句佛号就可以了但是这句佛号要真正是清净心去念如果我们的口业还在记他过身业还会失律仪，那句佛号还是不清净所以呢古人讲话正坐双手正行就是念佛，坐行呢就是持戒，持戒念佛两者不能够缺一，一定是两个都要把握得住，相辅相成。
咁呢几句经文系非常重要啊，喺我哋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落实。我朝头早起床啊，喺佛前啊，就自己啊对住自己啊提醒，就用呢几句经文啊，礼佛三拜之后，合掌向佛前念出嚟啊，要落实观法如化，三昧常寂，看破放下啊。在行为上呢，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再有一句呢，是后面第24品里面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功课最简单，然后十句阿弥陀佛。直接用《无量寿经》经文来提醒自己。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下面经文呢，讲的是成就众生。所有觉乘、聚乐、眷属、珍宝，都无所着。行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道之行，教化安立众生，住于无上真正之道。呢度讲嘅系啊，无住生心啦，啊。所有觉乘、聚乐、眷属、珍宝，这个是指身外物。一切都无所执着，将贪爱心啊，通通放下。贪是一切烦恼的根本。贪欲重的人，烦恼就重，智慧就低。贪欲少呢，烦恼就轻，智慧就高。所以啊，学佛修行一定要戒贪，对这些身外之物要放下。那些身外物，生不带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它不是你的。你说你觉乘聚乐，我们刚刚说你那些地产，你那些房产，眷属是你的家人，珍宝，你那些钱财，哪样东西你可以带得去呢？到你死的时候，身体都带不走啊，都要放下，留在这个世间啊。既然带不走，为什么不放下呢？你不肯放下，只是增加烦恼，到最后一定都要放下，因为你肯定带不走嘛。那不如及早放下了。这个放下最紧要心里面放下，不是叫你事上放下，事上随缘啊，要顿论尽分。譬如讲你做一个母亲啊，不是说我放下了，我仔也都不要了啊，不教他了，这个就没有尽母亲的责任，这个不叫放下。事上话放下，其实心上冇放下。你心里边仲喺度挂住佢。隐隐约约仲会受良心嘅谴责，谴责。所以真正放下咩呢？事上该做仲系要做，
做得好认真，啊，尽我嘅本分，尽我嘅义务，但系咧心里边确实唔会去执着佢。如果阿弥陀佛嚟接我，我依家就可以走，都无所值。印光大师有16个字嘅全心发愿，净土中嘅全心发愿，边16个字呢？顿轮尽焚，行邪全成，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顿轮尽焚就系要同一切嘅人都要和睦相处，有爱心，要关怀人，帮助人，尽自己嘅本分。你喺呢个生活当中扮演咩角色，你要扮演得好，做父母要做一个好父母，做儿女要做孝顺儿女，做先生嘅做一个好先生，做太太做一个好太太。顿轮尽焚啦，行邪就是防止邪念，全诚是心里面要真诚，意念要真诚，这个最重要是学因果。我们现在每个礼拜日晚黑，有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的学习，他就教你怎样行邪全诚，断恶修善，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修出世间法。很多人说，哎呀，法师啊，我念佛啊，念了几好多年啊，极乐世界连啲消息都没有啊，没晒信心啊，甚至都念佛一辈子几十年的，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信心，好弊啊。外益大师讲话，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你能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最关键是你能不能够相信，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愿心。信什么呢？信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我，信我自己也一定能往生。为什么阿弥陀佛一定来接我呢？因为他有缘，你真正想来他一定会来接。我对这个不怀疑，对自己也不怀疑，自己本来就是佛，现在只不过有妄想分别执着，现在我这些妄想全部都通通变成阿弥陀佛，不再怀疑了，一定可以把阿弥陀佛念来，我一定可以往生，坚定的信念。愿呢，就是真正愿意去，不是假的，对这个世间一切都可以放下，那你才是真的。如果你还有一样东西不肯放下，你就去不到。为什么呢？ 你不肯去嘛，你这边你不肯放，怎么去呢？什么东西都要放下，知道什么东西都是假的。你看他说话，所有觉成坠落眷属真报都无所着，确实都是假，一场梦，到最后什么都得不到。所以对物的贪爱，对亲人的情执，对仇人的恩怨，是非人我通通放下，不要想他了，
唔谂佢啦，唔放喺心上啦，就叫做都无所着，只谂阿弥陀佛，咁样一定往生啦。啊，而呢度嗰个关键就系平时多听经，道理明白啦，你嘅信愿就坚定，喺临终嘅时你就用得上力。啊！我旧年3月29号，送新加坡一位老居士往生，佢叫做黄金圈老居士，系新加坡嘅几家酒店嘅老板，好护持我哋师父上人，人为人好正直，好孝顺。晚年学佛听经求生净土，佢念阿弥陀佛。佢对我亦都非常好。每次见到我都好关怀，好照顾。咁佢同我约定，话佢往生嘅时候一定要我去助念。我话好。既然你有咁嘅愿求，我相信阿弥陀佛一定会安排。结果就系旧年佢走，走之前几日，佢已经系癌症末期，自己好辛苦，佢派人打电话嚟师父呢边讲，希望得到帮助，师父上人呢就叫我去，我就飞到新加坡，去探望佢，主要呢就是为了鼓励佢，因为佢自己对往生冇信心，我去佢屋企睇佢，佢已经瞓喺床上，好瘦啦，癌症折磨到佢好痛苦。所以念佛都念起嚟。我见到佢，佢又好欢喜。我问佢有冇信心往生极乐世界啊？佢啊满面愁容。哇，冇信心啊！依家念佛都念唔起嚟啦。成身都痛。点样往生呢？我一听佢咁讲啦，知道呢个问题好大。如果信心都失去咗啦，咁一定往生唔到，因为偶益大师讲话，往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啊嘛，冇咗信心就乜嘢都冇啦，冇信心个愿心都冇埋噶啦，咁整个就系喺业力里边流转噶啦，所以我就一定要将佢嘅信念鼓起身，我就同佢讲，话黄老居士，你唔好怀疑。阿弥陀佛有缘，你只要想往生，佢一定会嚟接你。你一定要有信心。你呢世人做咗好多功德，好多善业，学佛又听经，又护持老法师，功德好大。你将呢啲功德通通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一定可以往生。我话我对你好有信心，佢咁样听我咧，咁鼓舞佢嘅士气就起嚟啦，人嘅信心就系咁样，你鼓舞佢，佢就有信心噶啦嘛，所以临终助念最关键就系提醒佢，临终开示，唔需要讲好多话，简简单单几句话，自己要信心十足咁讲。我当时就信心十足，所以将佢个士气就鼓起身啦。然后我同佢讲话，咁样我陪你一齐念佛好唔好？佢话好。佢话自己念唔出声，念唔起嚟。于是我就拉住佢个手，同佢一齐念。
佢有时啊，身上好痛，就皱嗰个眉头，我就知佢痛，我就话你唔好谂个痛啊，你就搏命大声念佛啊！咁我就同佢一齐念啊，我念得好大声啊，佢又跟住我念得好大声，念到成身大汗因为佢系搏命念咯。念搏命念咧，反而就唔痛咯。点解啊？将个痛啊忘记咗啦。啊！个心咪专注喺佛号上，排除其他嗰种感受。啊，痛系一种感受，都系一种妄念。啊，你判晒老命去念念阿弥陀佛，痛唔痛都唔知啊！所以念到最后咧，佢好欢喜。啊，临走嘅时候我问佢，我话嗱，你依家有冇信心往生啊？佢岌头话有啦。我就话你继续念啊，因为咧我呢、这个一定要翻香港，仲有事情啊。等你真正要往生嘅时候，我再嚟帮助你啊。你要自己好好念啊！佢岌头啊，双手合十同我告别啊。我走咗之后咧，佢念咗2日，见到阿弥陀佛嚟啊。阿弥陀佛嚟通知佢，讲俾佢听，啊，仲有2日往生，啊，所以佢就讲俾屋企人听，我阿弥陀佛已经同佢通信啦，通报啦，2日往生，屋企人咧就唔系好相信，以为佢可能念得有啲幻觉出现，咁啊冇放喺心上。佢系连续讲咗3次，中午一次，晏昼一次，晚黑又讲一次，家人咧得个听字，咁结果佢就唔理咁多啦，自己念啦。2日之后果然往生，呢个系预知时事啦。阿弥陀佛嚟通报佢2日，所以佢往生之后，我又赶到新加坡去探望佢，睇到佢嘅神情好安详，同佢换衫，身体都比较柔软，我都好欢喜。呢个系咩咧？真正往生，自己话往生嘅一定系往生，呢个系最。标准嘅，往生你点样能够判断佢肯定往生咧？两种方法，一种就系佢自己讲阿弥陀佛嚟啦，嗰个一定冇错。第二种系咩咧？佢可能太衰弱啦，讲唔出声嚟啦，见到阿弥陀佛嚟，佢冇办法讲俾人听，佢走啦。走咗之后咧，佢会翻嚟啊，抱梦，家人会梦见佢。好似旧年我系新加坡帮咗一个人往生，佢系咩咧？佢系临终嗰时好衰弱，剩翻一口气，但系神志仲系清楚，见到我嚟，我同佢讲话，你一定要求生净土，佢喺度搏命岌下头，然后我话你唔使讲嘢啦，跟住我哋念佛，到最后往生咗，往生咗之后咧。翻嚟抱梦，同佢嗰个以前个秘书，佢系一个老细嚟嘅，佢公司嘅老嗰、那个秘书，佢嘅先生抱梦，佢先生系唔学佛嘅，而且唔识讲中文嘅，新加坡人，竟然就梦见阿弥陀佛，旁边企住，佢喺旁边企住，佢同阿弥陀佛一齐嚟。又话俾佢太太听，佢太太讲话呢个系我个老板啦，佢已经往生咗啦。呢个系翻嚟抱梦传达信息呢、这个都可以做一个判断。所以最关键能唔能往生就系、是、第一个要相信，
但是他真正愿意去。相信要靠明白道理，特别是无量寿经一定要反复听，听完一次就一次，听得变数越多越好，道理越明白，你信心越坚定。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你彻底了解了。对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往生的方法，你亦都彻底明白，信心十足啊！愿心要靠放下，这个就要自己努力了。要将自己的习气毛病要放下，尤其是执着。多听经，自然就能够容易放下。咁能唔能够有善知识嚟喺你临终嘅时帮助你助念呢？呢个要睇缘分。你同呢个善知识缘分深，自然就会嚟帮助你。山长水远，佢坐飞机都会嚟帮助你。如果系缘分好浅嘅，就喺隔篱邻舍都帮唔到你。呢个就系睇缘分。缘分呢要靠结缘。结咩缘呢？结法缘。唔系结情缘。情缘冇用嘅。法缘。法缘系咩呢？一起学佛。这个叫法缘。好似我帮呢个王老板助念，佢同我结咗唔少法缘。佢好鍾意听我讲经。而且呢确实来讲对我好真心尊敬爱护。这个缘分就好深。这个缘分不是说你想帮他就帮得到，他缘分够了自然就帮到他。所以我们平时要懂得同人的结缘，所谓广结法缘这个很好咁我哋依家嚟护持正法，我哋弘扬无量寿经，我哋系同全世界人结缘啦。我讲经咧，我点解咁欢喜讲咧？这个最好嘅结缘嘅方法。听到你讲经的人就同你结咗缘。仲有一个呢就是流通经典。包括光碟网路这些都是结缘的方法。所以法缘殊胜要靠你结出来的。咁呢度法藏比丘佢修行，佢度化众生，佢就同众生结法缘。点样结呢？行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道之行，教化安立众生，住于无上真正之道。这个是真正结法缘啊，度化众生。所以极乐世界的法缘咁殊胜那里的众生的无量无边行是恒常，无间断不会退心的，无怨无悔来做什么呢？行菩萨六道第一个是布施。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物布施这个是最初步的。
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系咩呢？就系、是、自己嗰啲钱财，你嘅所有嘅呢啲物品，有多余嘅尽量攞出去帮助众生，自己生活个享受降得越低越好，呢、这个叫惜福，帮助众生，使到众生安乐，我就安乐。要知道越布施越多财布施嘅呢个因所得到嘅系财富嘅果你想得财富唔系话你好识赚钱就赚得嚟，你赚得嚟嘅系你命中本来有，你本来有嘅点有嘅？前世布施嚟噶，越布施越多越唔肯布施就越少所以香港人咧就好中意布施所以香港人咧财富好多相对嚟讲比较有福报咁你布施得到财富点办咧？更加要布施，唔好停停喺嗰度嘅福报就停喺嗰度，就唔可以提升咁布施当然最重要嘅系护持正法，呢个系为众生破迷开悟最究竟圆满嘅布施你俾佢一餐饭食，俾件一件衫着，只系解决佢临时嘅问题。你使佢开悟，使佢明白啦，你解决个系生生世世嘅大问题所以个功德系非常之大所以内财系自己做义工，用自己嘅身体自己嘅力量去贡献咁法布施咧就系布施佛法。无畏布施就是帮人哋解脱苦难畏惧咁我自己咧学习印光大师，学习我哋师父上人呢一生做咩布施专做法布施。法布施里面自然就会有财布施，有无畏布施你看我现在呢外财就没了全部布施了本来就不是很多现在呢银行账户都关了根本不需要自己有钱了所有的钱都拿来做什么人家供养我们的全部拿去印经印这些光碟现在还有做那些播经机很方便大家都很欢喜还有网路弘法我们做这些事情最重要的是自己内财布施上台讲经现在通过网路这些远程的教学范围可以好讲这么好的工具我们善于利用和全世界众生结缘而我们呢专修专弘无量寿经为什么无量寿经是佛法里面的最殊胜第一经净土法门是末法时期道众生的第一法门所以我们选择用这个法门为大众来介绍法布施里面自然有财布施无畏布施他听了这个经教了他烦恼得到了解脱他不会再有恐惧忧虑
人最恐惧嘅系咩呢？死呀、一般人都会怕死啊。咁你将宇宙人生嘅真相为佢说明，佢知道原来人系唔会死嘅，人只系换身体咁解，将呢个身体抌咗去啦，换一个更好嘅身体咪更好咯。咩身体最好呢？极乐世界嘅身体最好。劝人求生净土啊！呢个系无系布施啊！仲有系为人助念啊！有机会同人助念啊！呢个系最好嘅无系布施。这个都是教导众生为众生这个做这些布施第二呢，持戒一定要严持戒律。我们在家人一定要做到五戒十善，出家人呢要做到沙弥律仪，而呢啲都系以《弟子规》《感应篇》为根本。《弟子规》《感应篇》做到啦，五戒十善、沙弥律仪都好容易做到。尤其是系《感应篇》持戒要从心地上要持感应篇就讲俾我哋听，一切嘅行为念头都有果报，你明白呢个道理啦，就自然会谨慎，自然就懂持戒。第三，忍辱，唔顺心嘅事情好多，要懂得忍受。逆来顺受，忍辱包括生活上的不如意，我要忍受，不可以贪图享受，特别修道人，要以苦为师，我们有嘢食，可以食饱个肚，已经好幸福了。要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十亿人口在这里挨饿。我们有件衣着可以保暖，已经是很幸福了。要知道现在很多人在这里挨冻。今年冬天尤其是寒冷。听说中国已经几百人冻死。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这些风雪这些寒冷的这个灾害。我们在这里能够安心修道，很有福报了。知足常乐。第二个忍辱要忍什么呢？人家对我们的这些障碍，对我们种种的这些刁难、伤害，我们要懂得忍。人家来诽谤我、侮辱我，我要欢喜接受，这个是消我的业障。在这个世界，你想做好事很难，大家都会障碍你，甚至侮辱你，毁谤你，譬如讲你想去宏法利生，人家就会讲你在这里搞名利，你
呢、这个好想啊，帮助众生啊，但系人哋唔服你，咁、呢个时候你要懂得忍啊，时机未到啊，咁你就好好安住啊，唔好咁快出嚟。要弘法利生，一定有护法先得。过去弘法是靠咩呢？靠国王大臣来护法。所以啊，冇人敢障碍。依家国王大臣唔护法啦，靠民间呢、这个就好难。障礙喎好多，要點呢？一定要低調啊！所以我哋師父話，最好嘅弘法方式就係攝影棚，對住攝影機講就得啦。唔好對外人講啊！你喺大庭廣眾對幾百人、幾千人，嗰、那個忌道障礙不得了啊！啱啱出嚟，特别年青人更加要注意。呢啲都系老人家对我哋嘅提醒。咁好在呢，我依家全部停咗落嚟，所以应该嚟讲冇咩技术障碍啦。如果系再讲个两三年添啦，估计技术障碍会好多，难免噶。其实依家弘法咧，确实唔需要出去弘法，就喺屋企里边嗰个一个小房间啊，有个摄影棚啊，有个录像机够晒啦。讲完之后放喺网络上，边个中意听就边个嚟听，唔使接触佢啊。你冇信众啊，大家就唔会眼红，忍辱波罗蜜好紧要啊，要安住寂寞啊，甚至一生都冇人护持你啊，你都冇出头之人，亦都要无怨无悔。都是这么快乐因为你将名利完全放下，连说度众生的念头都要放下，真正是清净无染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求生净土。特别是我们年轻人稍微有些本事的有一些智慧的，都会很想有些作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在世间法上面都有些作为所以出了家了也都想在佛法上面有些作为想要度众生依家我将呢啲念头都放下，唔想再有咩作为，冇想作为，亦唔系话唔精进，仲系要精进，精进做咩啊？早日往生，将来因缘成熟啦，再成缘再嚟，慈悲心唔可以退。精进嘅嗰个动力系你个慈悲心，而呢个精字最紧要，精系专精，搞一门，一门深入就叫做精进。同时学两门、三门、好多门，你就唔叫精进啦，叫杂进、乱进。
到最后你系一事无成。所以我自己就选择无量寿经。今年40岁，假如我有80岁嘅寿命，我余生40年就专搞一部无量寿经。唔好想话搞个做一个大通家，我哋做专家。专一，专一容易得定，容易得念佛三昧。我哋又唔系希望话自己做一个咩大学教授，我原先大学教授都唔要啦，仲做咩大学教授呢？唔系想做学者，亦都唔系话想话发表好多著作，著作等身，冇呢啲希望。只求念佛三昧，求早日往生。宏发利心念头，我哋有呢个愿，但系唔需要去谂。呢啲系咩咧？随缘，由佛菩萨安排。自己就立足喺摄影棚，唔再出去。能唔能够度众生呢？咁就睇有冇护法咯。有人发心佢中意多流通你嘅光碟，多去喺网路上面去流通，咁就系众生有福报。如果冇呢啲护法咧，自己仲系落得其所。所以人哋做唔做我都唔知道，佢又唔系为我做嘅，佢为众生做，所以佢亦都唔需要我知道。所以真系自己嘅心就好安稳，唔使再去谂点样去度众生嘅事情啦。精进到一定程度，你就得禅定。禅定就是念佛三昧。然后就开智慧。这个开智慧是指开悟。念佛亦都可以开悟。开悟的条件是什么呢？一定是你心清净。心空晒啦，乜嘢念头都冇啦，呢种状态虽然未开悟，但系已经具足咗开悟嘅条件。咁就睇因缘啦。可能突然间你听见打雷嘅声，就开悟。可能听到雨打芭蕉嘅声，开悟。可能见到落花流水开悟，可能人哋同你点化一句言下大悟，可能喺听经嘅时候，听经嘅时候悟，念佛嗰时候可能念佛嘅时候，因缘个个都唔定，但条件系一样嘅，就系你个心一定要空，一定要清净。所以禅定是开智慧的基础。而禅定呢，是以精进为基础。你不肯精进，你不可能得禅定。这个精进最重要就是一门。只听无量寿经，只念阿弥陀佛，这个叫做一门深入。咁你想精进，一定要忍辱啊，忍得住啊，唔好有咩好奇心啊，呢样嘢又想学下，嗰样又想学下，嗰个善知识又想听下，嗰本书又想睇翻一下，
你忍唔住，你点可能精进呢？所以忍辱之前咧系持戒，持戒就守规矩。这个是师承的规矩，跟一个老师学，学一个法门。未开悟之前，不可以换题目，守住这个规矩，守得住，你才能够得定。所以戒定慧啊，这个持戒是最基础。咁持戒系以布施为基础，布施系前提，就是、放下。如果你世间法你唔肯放下，你冇可能修佛法。唔单止世间法要放下，佛法都要放下。佛法咁多门派，咁多呢啲法门，你只要选择一个法门就得啦。咁就要放下先得啦。所以你看六道前面的是后面的基础。所以布施先能够持戒，持戒先能忍辱，忍辱先能够精进，精进先能够禅定，禅定先能开智慧。自己是这样做，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教导众生。所以六道之行教法，教化安立众生，自利利他，教就是以这个法门，这种道来传人，化呢是学习的人得到的转化，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个叫做化。安立就是安住正道，建立大心，大菩提心，都是帮助众生安住在正道，发在大菩提心。咁叫做教化安立众生，住于无上真正之道。咩叫真正之道？真就系不虚啊，不假。正系咩呢？冇邪，冇曲。这个道就是佛道、涅槃道，用我们净土宗来讲呢，就是往生这条路，这个是无上真正之道。无上是最高的了，帮你能够一生成佛了，这个是无上真正之道，我们要安住在这条道上，直至涅槃岸，直至成佛。这个是法藏比丘，他自道到他，这个经常讲的都是很简略咁讲，实际上咧，佢呢啲修持系非常之广泛，只系用简单几句经文嚟做个概括。咁下边咧，我哋再睇经文咧。是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呢句经文系讲，由于成就以上所讲嘅种种善根，啊，前面讲嘅，啊，对于各成聚乐眷属珍宝都无所着，啊，能够修菩萨六道，自度度他，啊，呢啲都系善根。因为成就咗呢啲善根啊，所以得到咩果报呢？所生之处啊，你生到嘅地方，无量宝藏自然发现，呢个系啊福慧双修所得到嘅果报啊，无量宝藏系自然嘅发现。不是有心去开采，自然而然就出来的。这个开是开发，应是应化，它自然开发，自然应化出来。这些无量的珍宝都是自性中本来就有，通过我们修福修慧将它开发出来。所以极乐世界也都是一样，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宝藏，完全是法藏菩萨修福修慧，无量劫积功累德，自然感应。下面经文讲，或为长者居士豪盛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帝，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法藏菩萨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他化现种种的身份，或为长者，长者呢是年高而且有财富的人，很有福报的人，所谓德高望重，一方的长老，或为居士，居士呢就未必有很大的财富，但是也都是非常有道德，能够清净修行的人，在家人豪盛尊贵，这个是指豪门望族，大富大贵的人，甚至或为刹利国王，刹利是指王族，贵族，或者是国王，这个就一方之主，甚至做到转轮圣帝，这个是人道里面福报最大的人，所谓四种轮王，金银铜铁。金轮王呢是管四天下，我们这边地球是一个天下，它是四天下。那它的法宝是什么呢？是一个轮，这个是它的武器，也是它的飞行工具，它是因为它是人道，所以它自己不可以飞，它没有天人那种神通，它还要借助这些交通工具，天人不需要了，天人直接就飞了，他呢要有这个飞行器，那我们想想，现在报道里面经常提到，几十年来都经常出现的所谓 UFO、不明飞行物，那个样子呢就是一个轮这样的，是不是就转轮圣王的那个飞行器呢？那个轮呢？这个非常有可能，转轮圣王
佢哋係他方星球上面嘅，佢哋嘅科技比我哋地球上嘅科技要發達好多，福報大，可能我哋地球都係佢管轄範圍，所以可能佢會嚟視察一下。化为六欲天主，呢、这个系做天人啦，天上嘅六欲天嘅君主就是、天王欲界天有六层，所以叫六欲天。乃至梵王，梵王系初禅嘅天王即系、就是、可以包括色界禅天嘅所有天。亦即系话，佢喺六道里面以种种嘅身份嚟教化众生，所以呢个修行系无量劫，度众生亦系无量无边，都系阿弥陀佛大愿所推动。今日咧时间到啦，我哋就先学到呢度，有讲得唔妥当嘅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多谢大家。